间嘅嚟嘅喎。系啊，厨房有两样黑星，一边系干炒牛河，一边系咕噜肉。冇错，干炒牛河好讲究，油多会油淋淋，油少会黐黄，而且每条河粉要色味均匀。豉油多会太重味，豉油唔够会淡麻麻。牛肉用滚油拉落成熟，原汁就会留喺牛肉里边，再起镬煮多两成，就会香滑爽口。当牛河上台嘅时候，一夹起佢咧，唔能够有多余嘅油同埋豉油喺碟里边，咁样先至叫够干身，唔会立口。佢咁做法，除咗保留肉嘅原汁之外，仲有铁板嘅香味。点做都系碟干炒牛河啫。请试下我哋脆皮干炒牛河，好香啊！好味喎，脆皮弹牙有冧酒香味，牛肉原汁，好嘢！不如等我整味咕噜肉利品评下咧，好嘛？咕噜肉，咕噜肉最紧要系啲甜酸汁，唔可以抢走啲肉味，同埋排骨嗰层皮一定要除喉。排骨，生粉，佢系咪唔记得廿秒炸面粉，所以加部分？佢咁样处理系唔想啲面粉抢走肉味。片汁，烤箱。